我是郑志明。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生活的话题。最近有人问我到底在中国好还是在西方国家好。这个问题问得太晚了，因为现在西方国家，现在在西方国家很明显毫无问题，现在在西方国家肯定比中国好，但你出得来吗？现在中共国已经正式放下了这个铁幕，重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年代，你再问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根据中共国出入境的新规定，因私出国一般不予批准。比如说这个旅游啊、留学的、商务签证呢，现在是你有护照有签证的因私出国都不能，一律不能出境。因此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有意义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现在水落石出的时候，它又没有意义了。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水落石出的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共国的鱼米之乡整个的泡在洪水当中，而且东北的春小麦、华北的小麦也遭受了这个反季节冰雪天气的重创，而且还有蝗灾。那么今年中共国它的这个饥荒不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而是有多严重的问题。吃饭都成问题的，就像1960年那样。当然会不会达到1960年那种程度不好说，看有没有人，有没有国家能够救中国一把。现在看起来情况不容乐观，因为中国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关系很僵，而且俄罗斯、中亚国家、越南、泰国也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这饭都没有吃的情况下，深层问题当然受到威胁。洪灾现在还没有结束，瘟疫也没有结束，一场40年未遇的大饥荒正在袭来。那么当然是在西方国家好，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下，以前还可以商榷但现在是深层问题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当然是西方国家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吹什么吹，你在西方国家你适应吗？你是主流吗？根本不用谈适不适应是不是主流，这与饥荒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在美国，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它有个底线，就是
你只要不是对不住自己，吃一口饱饭并不困难。那什么叫对不住自己？就是你赌博了，输个倾家荡产啊，吸毒了，主要是这两项，嫖娼倒在其次。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嫖，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天天嫖，你身体受不了的。但赌博和吸毒是无底洞。啊，或者你是那种对不住自己，就是坑蒙拐骗，盗窃、抢劫、斗殴，堕落到这种反社会的程度。那么也是对不住自己，三天两头进班房，甚至被判处徒刑，坐在监狱当中。当然坐在监狱当中，你肯定是有保障，但就没你的，就很掉价了你的人生啊。那除了这些自暴自弃的，自暴自弃的这种极端的，生活态度之外。那么在西方国家，比如说在美国，想吃一口饭毫不困难，可以说我就一直在底层，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吃饭的问题，吃饭买菜伙食费一直都比较稳定，并没有像中共国那样节节上涨，芝麻开花节节高，在吃的方面成本很低，就我个人来说，我一个月100多块钱，100-200块钱足够吃了，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恐怕只能吃中国200块钱，恐怕吃早餐都不够，一个月200块钱的话，那么，但如果你并不满足的话，你是觉得，非要面子上风光，非要这个人模狗样的、出人头地的这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话，那么在西方国家确实。并不好过，怎么说呢？因为你作为这个艺人士，他们绝大部分并没有能够在西方国家获得教育，并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教育，因此你没有能力融入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当然，你如果你的语言天赋特别高超，像大山那种语言天才，也许你能够跨越这个鸿沟，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绝大多数艺人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已经也过了一个可塑性的季节，绝大部分人你不可能反季节的，你过了这可塑性的季节，是有家有口的情况下，你怎么回炉深造？你有多少条件可以回炉深造？而且回炉深造的效果怎么样？而且相当一部分艺人是，他虽然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他所学的这些因为语言的障碍，你实现不了你的价值，
你实现不了的价值，特别是那些人文学科的这个异议人士，你比如说学法律的、学历史的、学新闻的，啊，还有你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你就毫无用场，因为它不是中国的文化，啊，这个人文科学它与这个语言文化的结合程度就非常深，因此你想这个出人头地，风光无限，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的，你基本上找不到好的工作，啊，你只能干这个体力劳动，啊，比如说在餐馆、在工厂、在仓库，或者是开这个电召车，比如说 Uber、Lyft 那种。就像类似于中国滴滴这种行业，只能干这种，所以，对于那种好面子的人来说，西方确实很不好，西方国家确实很不好，啊，但是你何必呢？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贪图这份虚荣呢？啊？你贪图这份虚荣，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而且毫无意义。照我的人生哲学，在底层有什么可丢人的？只要自食其力，就是问心无愧，没有任何丢人。我吃你的吗？用你的吗？啊，你看不顺眼，你看不顺眼，我就不见你不理你就是了，啊，我凭什么要让你看得顺眼？我过我的，你过你的，只要自食其力，谁也不欠谁的，这是问心无愧。但现在，很多这个华人，因为他那种。从中国大陆带来的这种面子文化，这种扭曲，一种扭曲的这种观念，在驱使着他本末倒置，啊，为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他为了这个面子，他宁可去这个大医院当清洁工。干的是这个大夜班的工作，啊，天天这么大夜班，他也不去这个，不去餐馆去打打杂，做做炒锅或者送送外卖，觉得很没有面子，啊，因为这个医院是老外的嘛，餐馆华人的，给华人打工多没有面子。特别是这个张凌允盛他们这些，张凌允盛、王庆这些，认为这个华人是生人的，啊，他们就特别要这种面子，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我如果换了我如果能够做一份健康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去？老外那里天天去上大夜班的，啊，那大夜班这个对健康有严重的损害，这个是众所周知的。那餐馆它是从中午开到这个晚上，我 就算最贪心的这个华人老板，他那个餐馆也一般很少有开过十一点钟，晚上十一点钟的。因为过了晚上十一点，他没有什么生意，那这样相对来说的健康很多了啊！我就在餐馆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也在这个老外的在工厂，还有做过 Uber 司机，做过 Lyft 啊，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这个丢人的，在华人那里反而少一些紧张，当然不是指这个各个华人老板或者是各个老外的地方，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老外的这种公司，他分得比较清楚，他的工作强度会比较高，而且他一般他不会要你，他要你的那种岗位一般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很难招到人的，比如说大夜班呢，因此你都要权衡一下，你都要通，你不要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打肿脸充胖子，这个对你的健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健康才是本，面子是微不足道的，金钱收入是第二位的，就是健康是本，面子是末，金钱是第二位的，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因为你出来的图个什么啊？当然我指的我说的这些对象是主要是指这个民运艺人士这些流亡者，不包括人这个技术移民还有这个特殊人才移民啊，那种他是他的目标不一样，他是有这种实用的记忆的那种啊，他可以把他的目标定得高一些啊，甚至高很多，但你没有他这个条件，你为什么要打肿脸充胖子？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给毁掉，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啊，为了面子，本来他在华人那里打工他死活不承认，是感觉见不得人，或者他宁可在老外那里做很不健康的工作，他也不在华人那里打工还有的是为了钱，为了这个多赚钱觉得工资低很没有面子，去干那个透支健康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打两三份工啊，或者是不顾自己的这个健康适不适合，去开那个货柜车，因为那货柜车跑一般是以跑长途为主，那种长时间高强度的这个劳作，而且生活没有规律，作息没有规律，有时候是半夜出车，有时候凌晨出车，清晨出车，甚至有时候是颠倒黑白，对健康损害是非常大的，它是一种折寿的工作，你不要想去能够搞那个 local driving 那个本地卡车司机，一般轮不到你，为什么呢？因为老美的白人司机都占满了，一般来说都占满了，你只能去跑长途，否则他不要你他缺的就是跑长途这种苦力一个月有七八千，但你的代价是很惨重的，因为它是一个折寿的工作，而且干了这个工作你也没有别的时间了所以中共特务三番五次的怂恿我去干这个工作目的就是在于此，他可以搞垮你的健康
再就是占用你的生命，你没有闲暇发出你的你的这个所谓的不和谐的声音啊，所以根据你自己的条件啊，当然有些人身体好，他可以做这个，特别是那种那种没有什么文化的那种，是年轻力壮的那种啊，那种偷渡来这里的搞政变的那些人啊，他适合这个，他也可以做，可以多挣钱嘛啊。但作为这个民运艺人士，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合适的啊。你比如说尹胜先生，他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赚钱，也为了一个体面，他去干这个货柜车司机，结果不到一年得了脑梗塞，不仅没赚钱，还倒贴，现在最严重的是健康垮了，现在是一筹莫展，啊。因此，我的人生哲学在海外，艺人是你的健康才是本，啊，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实际上也不仅仅限于这个艺人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他在病魔缠身的时候，甚至非常羡慕在阳光下闲逛的一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是健康的，啊，他虽然是帝国的独裁者，啊，拥有无限的权威，啊，但是因为夕阳西下，啊，病魔缠身，他反而还不如一个阳光下的流浪汉。现在这个中共在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式的折腾下，已经将近垮台了。我相信这个艺人士啊，这个艺人士，特别是有文化的这个民运艺人士，他回国的时间啊，不会太久了啊。虽然现在很显然是在西方国家更好，因为可以躲避这个饥荒，躲避动乱灾难，但我认为对于大部分这个民运艺人士来说，他的这个前途还是在中国啊，因为到时候中国需要大批大批的这种具有丰富的在国外生活经验和这个普世价值理念的这个知识分子来教育国民啊，来支持政府的各项运作，来改变中国的共产党文化。到那个时候，那么谁能够把自己的健康保持的比较完好啊，谁更健康，谁更有精力，那么谁才会有更好的前途，而不是在国外赚了多少钱有更好的钱。你在国外赚了，你在美国赚了很多钱，但你健康垮了，那你也是有心无力啊。所以道理就在这里，这个本，谁是本，谁是末，谁是次要，这道理就在这里。健康是本，金钱次要，
面子是墨。好的，谢谢大家。